莫甘娜的话考虑去哪？经济上面月模是4400块钱，然后 IC 是4700，我们看看 TPA 这边。蛇女是4900块。是奶大力，这样让奶大力发育的过早的话，情况确实不太好。对，对面的奶大力和莫甘娜发育都非常的不错。好，还是回到小龙的这个地方，但是继续看莫甘娜没过来，这样的话应该是会把这个小龙给掉掉了。没办法了，没办法了，第二条小龙，因为莫甘娜是拿蓝 buff。阻止一下呢，这一不小心可能会交掉人头的。好，还是让 WE 拿到这条小龙。好，漂亮漂亮漂亮，处理模式被秒掉。nice， 草莓的这个 Q 非常的 nice。这里的话，现在就在考虑到底是怎么说。好，还是进入狭小的一个地形。啊，换，怎么换过来的？你及时一个追，你换错人了。好的，也是把厄加特杀死，然后的话，莫甘娜。这边豹女还在追杀草莓，但是风女这个风吹得非常的漂亮，接一下，会不会让刀哥风风暴子？草莓注意走位，好进塔进塔，走位好控制到了，非常的漂亮。然后过来一个支援，直接击一下，还是算了吧。草莓过来呀！天哪，有点贪。这刚才那一下确实是贪了，本来是赚的。可能靠点自己有一个 W 的能量，然后 Q 中了又飞了上去。好，两边的辅助都是400顶在了头上，刚才 IF 被换过。